第三章，这啥小？日复一日。然后他两个头，这个这什么、啊？第三章三眼跟双眼呢、啊？不是 啊，我就说为什么要长变成一个一株植物啊？日复一日啊哈。啊，这个很明显要转他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啊！一二哦 ，Oh my god， 哦哦，他们长大了耶，然后再来，简单说，时间一直不断流逝，然后长大、长大、再长大，然后他们两个都在长大，然后弟弟嗝屁了，弟弟嗝屁的样子，然后现在换成他，哎呦喂啊！哦，他眼睛张这么大干嘛？夸小。岁月是养分，我必须准备好，一切将开花结果。简单说，他是不是把他弟弟给杀了啊？会不会？他连他爸妈的心脏都取出来了，你觉得呢？对啊，我觉得有可能养鱼。哎，养鱼？你小屁呀、哦！你懂我意思？我不懂。这是什么、啊？这是水果吗？这好像鸡肉，我觉得好像木瓜。木瓜里面最好是长这样啦。然后一开始，就是要长，就是跟是生制作跟它图面上一样一个。灯笼鱼，它长得像灯笼鱼，只是它前面那个有点像红萝卜。对啊，很像灯笼鱼。先点这个吧，然后，啊，错了。这是海豹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如果按叉叉会怎样？哦，按叉叉就什么都没了啊！按叉叉什么都没了。然后他一开，这是这边是对的。然后鱼，然后再是哪边？要背鳍吧？背鳍应该是这个吧？哦，对，有对。然后再是什么？然后再是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对。然后再是什么？眼睛的部分，眼睛应该是这个吧？嗯。哎、欸，好像对耶。然后再是什么？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哎，我乱做也对哦。好丑哦。嗯，小鱼，好好，嘿，小鱼，好好长大，知道吗？我可以不知道吗？帅哦，兔子骨头三小。哎、欸、啊，这边是怎样？点这个红萝卜没有反应，我点它没有反应。还是你点下面那个洞？洞。哦，第一个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回去了？应该说你要喂它吃萝卜吧？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点它没有，没反应。叫你朋友不要找你，我听到震动声音哦。好呀，我想一下哦，所以我点，哎、欸，我点这个、欸，哎，我点这个，他就回去了，所以代表就是说，啊，我懂了啦，要点下一个顺序啊，对，他点完之后要点对下一个顺序，他才会，哦，所以是这个，我看一下这边有七个七，所以是6613，先613，然后再来是6132，然后再来是什么61325，61325再来是什么？61325，哎，我不用记了，已经过了。啊，这怎样？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，鱼是兔子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去骨，哇塞，我吃兔子，然后要去骨哦。OK， 一切都是为了新生。看鱼吃兔子，这个是，哎、欸，你看新生态有没有？整个食物链被打破、欸、真的。然后这个哎、欸，他现在变成什么？耶稣吗？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很像耶稣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他穿的衣服很像。我觉得基督教呵呵这边有没有基督徒的观众？不要这样。OK， 现在点什么？哎、欸，点蜜蜂，然后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采蜜吗？就像是干嘛？你刚刚看到那些蜜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没有啊怎么回事？你再点一次，再点一次。蜜蜂飞舞之处，
所以是要哎哎、欸欸、现在怎样我再摇一次，然后是要点，是要踩 点花嘛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再点他，点他本人是没反应的，所以点这个，哎，还是没有，所以蜜蜂你要一朵一朵按按看，嗯，哎，等一下，他是，哎，也不对啊，我刚刚看到这边有，我以为他是。我以为它是有顺序的，可是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两只蜜蜂飞进去，所以是怎样？没有，它们的顺序好像是同时，哎，都同时飞呢。同时飞哦，那我点第一朵，没有啊？那你再点点看其他朵。哎，等一下，中间那一朵，哎，等一下，对对对，中间那一朵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它好像是要蜜蜂最多的啊，蜜蜂最多的，对对对。哦、要看啊！哎、欸，这朵，靠，这很考验眼力耶！真的，我眼力不好，交给你了。真的吗？这朵，我眼力也不好，可是至少比我好多啦。所以我很幸运可以看到你啊！谢谢。你们要很会撩，对不对？还好。嗯，哎、欸，好像蜜蜂变多哎。这朵，所以我要踩几只啊？应该踩到瓶子满吧？这朵，哎、欸，哦，吓到了！哦，你 是被他背景啊？对对对，我突然间变红，我吓到了，想起以前独自来公园的日子，来公园干嘛？打野炮？不要这么狂嘛！他把蜜蜂研磨，干。然后这边蜜蜂怎样？我看一下哦。你看他蜜蜂的脸，都，他长得很像啊。算了，我不要说好了。就那个脸都长一样。你要把它放到那个，你要把它放到那个果汁机里。嗯，哎、欸，不能动哎、欸。哦，现在点它吗？这样子。用点的啊。嗯，然后再来是，啊，一二，二一啊，这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？啊？是有顺序吗？什么顺序啊？可是第一只不能点啊，然后第二只哎也不能点啊，一，然后二，哎，两片翅膀点两下，然后这个一，啊，为什么变成？然后现在是怎样？然后二。然后这只一样啊，对啊，哎啊啊，用拖的，这样子，你说什么东西？嗯，不知道。那是谁啊？你点一下。点哪个？第一个，点一下。第一个是可以点进去的。那第二个快速点两下。一样，所以这边顺序就已经错了。那我们哎。那这边的话，这个一下，哎、欸，点一下也没有反应啊。还是那种拖曳的？没有，这不能拖，我已经试过了，不能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两个，我刚刚这个，所以它是有个顺序嘛？我想一下，如果三片翅膀的这个、欸，一、二，哎、欸，然后这样子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也是 ？What？ 这是谁啊？哦、天啊！游戏制作团队是谁？想扁人了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如果我先这样子、欸，因为三下它会这样子飞，它有三片翅膀，它会飞两格，所以那我再这样子、欸，点过来，所以它有个顺序啊。然后可以，你再点一次，对对对，第二只你再点一次，对对是这样子，然后。这次再这样点，再这样点，再这样点，然后再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有，它有刚刚顺序在，哎，然后他要选那个第二只不行，好像有个顺序错了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它有个顺序啊，你知道，看看眼睛，我应该扇他一巴掌，他真的长。
长很丑，你知道吗？这对我的蜜蜂有一种怎么说的厌恶感？改观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那个三片翅膀会飞两个嘛，所以三片翅膀要进去的时候，它前面一定要有两个啊，两片翅膀的话，前面就要有一个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应该是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可以上去了，然后这个第二个哦，对对对，是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是这个，然后再来这个，然后再来这个，所以两片翅膀的前面一定要有一个，三片翅膀前面要两个，它是这个顺序，有没有觉得很棒啊？啊，有啦有啦，有没有觉得很爱我啊？还好。啊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到底为什么还一批？所以这个这边的话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再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，所以这样子好笑。然后再上去，我觉得这个不像蜜蜂，它像。反正他就是要跟鱼头叫有相关的、啊。对对对，因为他脸很像鱼头。啊，还有，我想一下哦，如果我这样子放下去的话会怎样？啊哈，他直接上去，然后一、二，对，两下，然后再一，然后前面两个，然后再上去，然后一、二。然后上去，然后再上去，然后上去，还会飞出来啊？你会觉得它会飞出来吗？我觉得应该不可能。哎，倒哎，叠叠个好可爱啊！哦，好可爱，我觉得很恶心哎。哎呦！哈屁呀、啊！真小啊！好。贴吗？应该可以贴吧。OK。哦，我有天才哦！哇塞，我终于有一点，嗯，好像有点碎掉吧？碎掉。然后再来是包子裙，包子男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然后，有反应哎，干嘛？这干嘛？哦，是要拖动它。鱼啊，鱼啊，一直虾。啊啊啊！哦，下雨了，耶！然后停了吗？停了。嗯。然后干嘛？哦，这边有一个，这是什么缸？耶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行。好像鱼管哎。真的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彩色包子囊呢？这世界上不是这个世界上都有彩虹频道？你觉得哎？哎呦，你居然吃到彩虹频道这种东西，你才知道。所以你晚上的时候都偷偷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懂，了解，果然是老司机。然后这边是要干嘛？点这个没有反应，这没有反应，眼睛也没有反应。然后这个点嘴唇有反应了。然后这要干嘛？啊？是怎样？火灾？这要怎样？奇怪。怎样？我这边是要怎样？然后点完之后，然后是啊，会不会是他要让他下面眼睛张开啊？所以表到是要，等一下我调个按键哦。好，所以是要先比如说先挤满，然后点它，是吗？不知道啊。没有，还是说要到比如说蓝色的时候再点它？你看到了吗？是啊，我看到了。简单说就是好像要到它指定的表，然后去点上面那颗那个珠珠。
哦，有有有有，然后橘色，哎有，然后再红色，哦有到了，然后再是干嘛？哇，有一朵 flower， 好丑啊！有人脸的 flower 就代表它是 face flower。妈妈把她最爱的面具藏在这里，这是面具，这是面具。OK， 我知道她妈妈长得很丑。妈妈就是喜欢这种面具嘛。爸爸的藏宝盒。然后想一下，你有看出端倪吧？这很简单哎、欸。对啊，我看出端倪啊。然后看一下，他就是他的图案旁边有个红色的珠子嘛。然后他就是有珠子，有珠子的话就代表说他是第几个位置啊？然后第一个就是两个三角形。然后第二个，其实你只要看图标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对啊，就这样，反正就这还蛮简单的。然后。然后这边一个眼睛啊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吗？然后第五个就是那个，这什么什么图案？哎，有啊 ，IIZ。然后打开是什么东西？啊，烟斗。哦哦，你有吓到吗？爸爸的烟斗没有？好吧，爸爸特制，爸爸将特制香料和烟斗锁在这里，这样就到齐了。好。鱼头叫的排练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？我是个无神论者啊！干嘛？这是要点他意思吗？点他哦，要点他意思啊？哎、啊、哎、欸、点哎、欸、没有来不及的话就会接住，你要接住，来不及的话就会哇、哦，好快哦！太快，后面会越来越快。接啊！也不能太快哦，鸡巴哎！你漏死掉了啦 ！miss 吧，不是漏死吧？你漏死啊！哦，他在打，没事，不要乱讲话，干晕你啊！谁说不要乱讲话的？干晕你啊！他为什么第五个特别慢啊？你很烦哎、欸，能不能？好，哎、欸、哎。他那是怎样？是怎样？哦哦，靠！还声东击西哦，搞小花招哎、欸！这爸妈看到我长这么大了，会怎么想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所以他爸妈会想，他不是会想，怎样？哎、欸，他不是已经被拿去献祭了吗？为什么他会说什么他长大？所以他一直是说他回到过去还是改变未来？干嘛？不知道，想吓我，没有用的。刚有个人打电话给我讲说，叫我不要打电动，打死，怎么可以这样子、欸？哎，嗯，是他刚刚自己打电话过来的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你就跟他说等一下嘛，奇怪。有啊，我跟他说等我拍完片之后我再去啊。哎呀，好，这边的话是怎样、欸？哎，我想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这边是怎样？放在他心脏吧。所以要打开？不用啊。是这样。哦。哦。哦，所以现在是怎样？然后哎、欸。哦啊，所以他爸妈死掉了、哦，所以他、嗯，所以他现在是要复活他爸妈就对了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应该是、欸。然后把他的心脏给打开，然后怎样？哦。放心脏进去哦，所以是复活他爸妈呀？干嘛还要拿出来？哦，你干嘛突然间大声啊？啊，会不会是大声吗？哎、啊，我记得第一节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自杀吗？第一节的时候有两个人自杀，所以他爸妈自杀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他现在说上吊那个吗？对啊对啊，这次换我为你们打扮了，所以他这次复活爸妈。复活，我复活呀、啊！什么鬼东西？啊、这是干嘛？这怎样？这怎样？哎、欸，所以这又是怎样？哦，我受不了这个无聊的烂游戏。对呀、啊，哦，
三小，我应该是把这个图排好吧？嗯。哎，他说怎样？把图排好。那你，我觉得你应该，嗯。这两个要下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有没有？没有。厉不厉害？不厉害。干，这有什么东西？坟，那个坟墓啊，棺材啊，棺材，人皮的棺材。刮擦棒。然后这现在是怎样？好恶，天哪！你看，他们等一下张开眼睛，要张开眼睛。哦呦，睡瑶，哦，睡瑶，夸小啊，干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，对啊，夸小啊，干！